不是我跟你说，这真的是个误会，真的是个误会，要不这样，我想你赔礼道歉，我替我们厂长向你赔礼道歉。哥，你别说了，是我的错。这是我家老姑瓜的人参，纯天然的，送你补补。不，这个我不能要，我这个哥真的不能要。哥，你哥，给爹一条活路吧，替我在子女儿说句好话行不行？子姐，哥。 你一定要替我说句好话，我求你了，哥，王总，下班了，王总。你回去吧，我有些账还得整整啊。需要我帮您吗？不用。 回去吧，王总，我看你最近状态不太好，别太累了。哎呀，你看，不用我，谢谢啊，那个，哎，娘。 结婚纪念日。 建明呐，包死了那么多原材料，那可都是钱，你不能让我为难，是不是啊？来，原来那些原材料。 并没有报废，而是用来。
北哥，你没出事吧？道外的民警刚来电话，他们抓了一帮嗨药打架斗殴的小混混，里边有仨姑娘被强行喂了摇头丸，已经送人民医院了。郑楠在里边。我妹妹在里边，我妹妹在里边。你妹妹也不能硬往里闯。我是他哥，刑警大队的。啊，您就是郑队吧？你也别太着急了。哥，郑楠呢？身上伤着没有？疼吗？那天天被你们说，我一下就认出了那摇头丸。那些人还想帮我吃呢，我多聪明啊，我哪能吃那玩意儿？没吃就好，没吃就好，吓死我了。别怕，我真没事。是我这警察干的，这自己妹妹弄成这样。不是哥，你说啥呢？那我哥是全哈兰最猛的警察，谁敢欺负我呀？是吧？那跟里边那小女孩是你朋友？嗯。那药都开好了啊？那你进去收拾收拾，收拾收拾，我送你回去。那你俩？我没事，我在这等着你。你是一个好哥哥，也是一名好警察。好什么警察呀？有什么用啊？那之前我爸第二遍砸一回，我就不在。这我妹妹，妹妹让弄成这样了。错的不是你，是那些罪犯。你能做的很多，而且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。你每抓住一个罪犯，就让无数家庭远离了危险。郑北，你已经做得够好了。罪犯抓得完吗？抓不完。抓得完。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这件事情吗？哥，你哎，别吵别吵别吵。郑楠呢？小点声。啊，没事，你别着急，你回来小点声。那几个混子呢？我给他们弄死去。你弄谁弄都抓起来了还弄呢？不是说有一个带头跑了吗？你小点声，人病人都在那儿呢。轻点。带头，你知道跑哪儿了？你快消停待会儿。你给我有点出息啊！干啥呢？这可咋整？郑楠还这么年轻。这不废了吗？你那操谁的心呢？什么废了废了的？哥，郑楠被灌了多少毒？你就跟我说吧，
我挺得住。你是不是真喜欢我妹妹？这还用说吗？那要是我妹妹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以后郑楠不管变成啥样，我就是喜欢她，我娶她，我养她一辈子。不是你说啥呢？郑楠，郑楠，哎，你这，这不行，你轻点儿，你吓死我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快被你勒死了。你这儿疼不疼啊？烦不烦啊？那小孙说有人逼你吸毒，你吸没吸？我没吸，我啥事没有。那这里边躺的谁啊？是丽娜，是那江小海救了我们俩。给老子吃！大哥，你谁啊？趁你这样喊警察呢？我不是警察。那你不是警察可好办了啊？对，不是警察确实好办了。他总算干了件好事，这次算我的。跟你有啥关系啊？我道歉也是我欠。不是，行，别不是了。那你把衣服披上，我送你回去。嗯。就回去擦点药是吧？行了。回家把这伤给遮一遮，别给爸妈看见，那可受不了。哥，我看到了那真的毒品，才知道那吸毒上瘾它多可怕。你们这些做警察的呀，真是太伟大了。那我知道有你们在，我就贼有安全感，我啥也不怕了。还啥也不怕呢？再不怕晚了。以后有事赶紧报警，那些乱七八糟地方能不去别去，非往那儿折啥呀？谁呀？哥，我。啊，楠楠这事我是越想越闹心。北哥呢？他也睡不着，去局里加班了。加班？宝哥牛啊，从条的眼皮底下溜了啊！宝哥，到时候给你找两个妞玩玩，去去晦气啊！你们叫过来娘们儿，有洗头房小妹带劲儿啊！洗头房？哪个洗头房？讲讲宝哥。哎，是宝哥。我今天溜冰场碰见你了，我操，老他妈蠢了！哦，哎呦，我他妈上手就这样一。哎呦！一掐就轻，哦，掐完然后再一叫，啊！哎呦！哥，你让还是宝哥把这演？哎，宝哥演，哥演，真的。哪个洗头房小妹儿？到时候告哥几个，改名我们也乐呵呢。必须带上我啊，宝哥！对对对，走了，明天我带你们一起去。先忙个去，就是。
谁呀？下班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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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动我啊！不是，我他妈就动你了，怎么了？警察，我操！警察多鸡毛啊！啊！你刚才是不是打我了？我他妈就砸你！李宝根是吧？你们涉嫌强迫他人吸毒，还有聚众吸毒、贩卖毒品，都跟我走一趟。愣瞅啥玩意呢？那都是小的呀！北哥，你真在局里加了一晚上班啊？你这伤怎么回事？没事，有啥事？小白，高局，高局，高局，你现在负责的是毒品案，大案队的活你瞎插什么手？哎呀，这老熊他们，他人手实在不够了，非叫我去。你说人都张嘴了，我还能不去吗？别和我嬉皮笑脸。严肃点，还为同事帮忙，下手没轻没重的，最严重的那个胳膊都断了。高局，这帮人太猖狂，太嚣张，你都不知道，这又嗑药又吸毒的，把我警官证都打飞了，持械袭警，那你说我咋办？你还有理了？下班前检查写好放我桌上，必须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。是。伤了正南的是哪个？就是那个胳膊折的那个。嗯，笑什么？5000字检查，一个字也不能少。是。高局再见。检查我听一下。哥，你咋不叫我呢？叫你干啥呀？啊？叫你有用啊？这齐超啊，对外身份是个菜贩子，实际上他就是秦毅贩毒集团的灯头，毒品转移之后都是他在跟二金联络发货啊，跟他跟了一礼拜，这些是他常去的地方，有可能藏毒的啊，常来饭馆、东铁大市场，还有金凤凰洗浴中心，这几天必须把这三个地方给我摸清楚。听见没？嗯，这镇南随便去个旱冰场就能碰着公然教唆他吸毒的小混子，太嚣张了。你们是没见着他那朋友吸完毒给自己脸都挠烂了，这帮毒贩子再不轻，以后谁还敢出去玩啊？毒品给人体健康带来的破坏是巨大且不可逆的，先是到一个人，再到一个家庭，直至给整个社会带来毁灭性的伤害。所以啊，让大众知道毒品的危害性跟禁毒工作一样重要，大伙儿没人买了，他自然就没有人卖了。宣传科的同事已经在做禁毒海报了。太好了，分配些工作啊，白天先去探探农贸市场，晚上咱们兵分两路，小光你跟顾老师去常来饭馆，国柱跟着我，咱俩去洗浴中心。仓库干净，就剩地窖没摸了。保安这会儿不会追来巡逻吧？他在听七姐小武艺，
第38回，欧阳春宝刀战顽匪，古云飞威名战反贼，这是最精彩的节骨眼，就算出来的话也得把这回书听完呢，至少得有个10分钟。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懂评书，我以为你只知道四大天王呢。瞧不起谁呢你？是把新锁。你副业是不是溜门跳锁呀？说话呢。我跟北哥经常执行密搜任务，这都是必备技能。咋样？要不明天我也给你上上课？我又不单独出任务。你们会就行了，技多不压声嘛，你自己都说活到老学到老。罐子比老旧罐子还小，你闻闻。轻点儿，警犬鼻子都没你灵。这缸好像都是新搬进来的。然哥，我去趟搬进白酒，一会儿来喝2盅。好。咱要不翻墙走吧，这狗再给你叫下去非得给人引过来。叫什么呀？嗯，刚哪找到蝉？嗯，馋死你得去。杨哥，过来一下。
什么声音啊？看，快点让开，让。哎，没事吧？啊？打你！我告诉你，离楠楠远一点，听见没？不然老子弄死你！听见没？你说这事儿我就生气啊！那楠楠能是你能追的吗？你撒愣赶紧的滚回你花州去，知道不？你敢动楠楠一根手指头，我眼镜片子给你干碎，知道不？不干碎，要谁来？来，从这扎。有钢的，从这扎来！哎呦我，妈，救命！来，从这扎，有钢的，从这扎来！哎呦我，那来拉，那一下子！你下次演戏之前说一下子行不行啊？我们这酒都馊了，哎呦我！赶紧走！哎，回来了！哎，回来了。洗澡去，丽姐。啊，我得洗澡。你不回去干嘛呀？走这么远？哎，回来了。啊，咋样？都录下来了。你咋的呀？有事儿？那楠楠不在啊？没回来，上医院看他朋友去了。这么晚都不回来，这走夜路危险，我接他一下子。不，你不用接。他跟我说，他上那个谁，真真家呀住去了，不回来了。哦，啊，这小光和真楠闹别扭了，谁知道他俩咋回事？因为医院那事儿。哎呦，我都服了！你说那小子，傻了吧唧的，其实我是有心帮他一把，谁知道给整成这样。他俩摊上你这大哥也真是，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啊，说他自个儿沉不住气，碰到点事儿啥都往外勒了，我有啥招啊？拉倒吧！你刚接到真楠那个消息的时候，不也炸毛了吗？大哥小二哥，那是我妹妹，我能不着急吗？干嘛？你出个任务还喝酒啊？谢谢你的提醒，喝到天灵盖了都。啊！哎呀，你说这事怎么的？这有证据，好事啊！你这就当庆功酒吧。一股子馊味儿。再给你洗洗。咱现在已经确定了，常来饭馆就是秦毅新找毒品仓库啊。都给我小心点儿，千万别打草惊蛇，再让他挪了窝，知道吧？明白。听见没？小光，听见了。哎呀，哎，你跟二金他们那传呼有信儿吗？目前没有什么新的消息。瑶瑶，你跟的那些小灯头在哪儿拆包，发现没有？我还在跟，目前没消息。行吧，吃饭去吧。咋的了？笑啥呀？有意思。哪有意思？你说你们东北人都特别的爽快，怎么一遇到这感情问题就变得扭扭捏捏的呢？反差特别大，有点意思。咋的？你这意思，小光应该主动出击呗？行不行？一句话呗，早说早了啊。哎呦我天，你这平时文质彬彬戴个眼镜，一说这事儿这么猛啊。啊，也是。
你们粤东那边确实比我们开放。我看你们电影又讲究亲嘴。哼，你要真想让小光做你妹夫啊，你得帮他一把，这样他才能安心工作。我咋帮啊？我妹妹那么野，他能追上那是他的本事，他追不上你找谁也没有用。你这是关心小光啊还是关心他工作啊？我都关心行吗？说啥呢？关心啥呀？是谁追谁啊？关心毒贩的呢。这要蒙我。你以为我这个管后勤的就光给你们喂饭啊？高局长说了啊，五一的时候公安系统和教育系统又搞个大联欢，到时候把你们的个人问题都解决了。行啊，是吧？哎，小顾老师，到时候啊你也找一个啊，等案子破了你带一个哈兰的姑娘回花州，那多有面儿。我不用。别装假了，刚才不挺猛吗？在那儿他行就上啊。不行。丽娜变成那样又不是你的错，别再自责了啊。要不是你喊来人啊，还不知道会发生啥呢。我不光是为了这事儿，出啥事儿了？你赵小光你认识吧？嗯。那之前在医院还以为我出事儿了，忽然说了一堆疯话。他好像喜欢我。就这事儿啊？啊，你才犯的喜欢你啊？那他三天两头往这儿跑，那是来剪头啊？不是，难道他早就喜欢我啊？妈呀，我完全没看出来啊！那咋整啊？那人挺帅的，你又没谈过恋爱，要不试试呗？不，我俩从小就是在一个澡盆里洗澡的，那。打我记事儿起，他就在我眼前晃悠。我一直觉得吧，我不仅有个亲哥哥，我还有个亲弟。那这才叫做青梅竹马吗？你之前吧是没往那方面想，你得把他当做一男人来看，幻想一下。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？这想想就天打雷劈呀、啊。我俩完全没可能，那人家处对象心跳加速，我俩拉他手跟拉我手，这压根没区别嘛。那麻烦了，这种事儿啊你拒绝不好，连朋友都没得做了。那不行啊，我俩还是好哥们儿呢，还住在一个院里。我俩要是闹掰了，我爸妈我哥都得伤心呢。我必须找机会跟他唠明白，不能这么不清不楚的。那你可得好好想想咋说。哇，人不可貌相，二弟身手不凡。咋突然想着约我看录像了？我们不是每周都来，咋的？你会有事儿啊？没，我今天事儿都忙完了。志南，这个给你，我专门让我妈买的，南方最流行的款式，你穿上试试。哎呀，阿姨他们在深圳多忙啊，你别总麻烦他们给我带东西了。行，以后不带了，这个你先试试呗。我听我哥说，老舅好像最近要给你们局里组织安排集体相亲，那没准过两天你就有对象了呢。这么好的东西啊，你就留给你女朋友吧。啥相亲啊，我可不参加。志南，那天在医院我说的那些话，你去小心。我说的那些话都，我知道你是因为讲义气，那天在医院你才说那些话，为了给我哥听。咱俩谁跟谁呀、啊？
那从小不就是我哥罩着我，我又罩着你，那要是你哪天缺胳膊少腿了，我肯定也照顾你一辈子。啊，呸呸呸，我不是那意思啊，我知道你们最近在办一个大案子，那要是你真的立了一个大功，那你跟我哥又一人找到一个对象，那我跟老郑头他们不做梦都能笑开花了。再过两分钟就下一场了，我去买爆米花吃不？俊南，那个你到底喜欢啥色的？老舅那要是有合适的，我帮你也学摸一个。我喜欢乔峰那样的，乔峰那样的大英雄，又能耐又专情，我哥跟他比都差一大截呢。我要是结婚了，就找这样成熟又稳重的。老季，本来今天啊，我是应该领你上家里店吃去，但是怕老头老太太担心，您跟他们说啊，我呢就代表老郑家，感谢你，谢谢你救我妹妹啊。哥，哎，我呢办过事儿。完了还把叔叔店给砸了，你们能不嫌弃我？我该感谢你们。一码归一码，啊，楠楠呢在我家那是宝贝，都宠着呢。这回要没有你，那后果我真不敢想。所以我是发自内心特感谢你。以后有啥事儿，跟我说，我绝对不磨蹭，好吧？行啊，来。其实啊，我之前劝过你一回，啊，这回你又把我妹妹救了，我知道你从根儿上就不是个坏人。反正这事儿呢，我就是跟你说，也不能勉强你。你看楠楠朋友这次被人害多惨，秦毅那儿不能再待了。干爹对我有恩，我不能不义啊。哎呀老弟啊，他害了那么些人家破人亡，他能讲情义吗？我是知道你不碰那些东西，所以我劝劝你，在他没有逼你触碰底线之前赶紧回头，别等以后后悔。可是我还能干啥呢？你这话是干啥不行啊？那小伙子有手有脚的，身体还好，你找个地儿当当教练，是吧？在你之前的保安干的不挺好吗？不比跟他那儿强吗？行，哥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好好想想。真的，心里真好好想想啊。来，老弟，老弟，你听哥一句劝，不能害你。不能跟那个秦毅干，你懂吧？你跟着他，你就等于是站在了我的对立面。哥，哥，啊，哥，我不想跟你对立。嗯。可是，但是，嗯，我和你不一样啊。哪不一样？啥不一样？啊？你，对吧？我，
又没学历，还要有案底。你这小心思太重，有案底怎么了？有案底怎么了？你说，我就是干警察的，有案底咋了？对不对？只要你能改正，是吧？以后咱不去犯错，那谁敢笑话你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要不嫌弃啊，老郑头开分店了，缺人，你要乐意啊，一句话，明天就去上班，什么都没，你懂不懂？直接去，对吧？咱干干净净做人就完事儿了，是不是老弟？啊，听哥劝，来，没了，没有，拿两瓶。我去，你坐，你别动，你别瞎跑，你等着我，我马上回来，啊。Go!